到了两张来自这个旅发局的这个香港跨年演唱会的门票。那么今天呢，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香港跨年是什么样的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，然后我们演唱会的入场门票以及疫苗的记录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准备上我们的接驳巴士车了。Free! Two! One!